大家好，我是谋妻在杨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很高兴邀请到 Jasmi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。跟我们一起来试车，来介绍这台光阳新的 G Sense EL5。那 Jasmine， 其实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有聊到哦，就是其实你平常在台北街工作的话，也经常骑摩托车，对吧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工作比较需要就是到处跑，所以我会选择骑摩托车比较方便。那 Jasmine， 你自己平常是骑几 CC 的摩托车呢？是骑100 CC。那我们今天试乘的这一台是 G Sense EL5。那整体来说，你有没有最喜欢它哪一个点？觉得整台车设计都非常有时尚感，那尤其是车头部分呢，它的线条非常有设计感。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点呢？最吸引你的目光？就是这个 LED 灯。哦，这个是 LED 的定位灯，它可以让我们不管在白天啊，或是晚上骑乘都比较安全。哦，另外我还觉得车尾的灯也非常漂亮哎。我觉得它尾灯的导光条啊，它整个设计非常特别，它整个是形状是往内收，所以让它虽然是 EL5 的车身，但不会像其他的 EL5 一般这么臃肿，而是非常灵巧的。另外呢，我觉得这次 G Sense 它所推出的新车色呢，都非常流行而且时尚。那以我个人来说，以男生的观点来说好了，我最喜欢它的消光白还有雾影色，我觉得两台车色都非常有个性。那 Jasmine 自己最喜欢哪一个颜色？那我当然会选紫色啊，因为我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爱打扮的女生，那它这个颜色非常有时尚感，刚好符合我的需求。而且 Jasmine， 我觉得你今天的打扮呢，就刚好搭配了我们这台亮紫色的，非常的合。那 Jasmine， 这次是你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试车。那这一台 G Sense 你这样骑起来的第一印象觉得怎么样？那我今天骑起来的感觉呢，是觉得说它跟我的 100cc 一样轻巧，然后钻车缝一样的灵活，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就是它在过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稳定，跟我的 100cc 比起来。我觉得其实 G Sense 它整个设计来说就是比较着重在都会区的骑乘，所以它整台车就跟 100cc 很像，就整个骑乘感。但我觉得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使用的是12寸的轮圈，所以它在过弯的时候特别的稳定。那尤其我觉得它的后避震器，它的弹簧的设计也很特别，都是这台车骑起来跟一般的 125 啊或是 100cc 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另外我觉得呢，就是这台车呢跟我以前骑同学的 EU 比起来，它不会爆冲，加速非常平顺，同学的都会咻就出去了。真的，那如果跟你自己 100cc 的来比呢？跟我是 100cc 的来比的话呢，因为我 100cc 要吹很紧，这台都不用，就是轻轻一吹它就会很平顺的前进。新的 G Sense 它其实搭载4V6期的引擎，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特色来说，就是你刚刚讲的，其实加速其实蛮稳定的，而且你起步的时候又不会爆冲。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些外观上的特色啊，还有整个骑乘的感觉之外呢，我想请 Jasmine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G Sense 它有哪些比较贴心特别的设计。好，那现在就由我帮大家介绍 G Sense 还有哪些贴心的小设计呢？那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G Sense 的脚踏上有大面积的防滑设计，让我们在雨天骑乘的时候更加的安全。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最喜欢的部分，就是这个28公升的后置物箱，因为我平常东西带很多，所以这个是觉得最方便的地方。另外，我也觉得前置物箱很贴心，可以同时放饮料跟手机。手机放下去之后呢，还可以利用锁头旁的 USB 充电座帮手机充电哦。那最后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我们 G Sense 还可以选择搭载路斗车联网。那我觉得最实用的一个功能呢，就是寻车，因为我个人常常忘记车停在哪里，这样我以后就不会找不到车咯。今天呢，非常感谢 Jasmine 一起来跟我们试车。
那既然工作结束了，是不是可以跟站长一起去喝杯咖啡呢？好啊，走。好。Go。